哇哇哇！我们血量是有弱势啊，只是，还是你在玩吗？没有啊，想说你要去哪里，我载你啊。没有，我在思考，我们还能做些什对么呢，这事上面情？还没有拿哎、欸。中间上面，啊，这这两个轮都没来拿不吗？及。不是不是，中间的这两个一直都没有那人个，拿，垫脚石不够。哦，那个有吗？不是每轮我们都有拿到啊。没有，不一定啊。真我们好，不是每轮都有好好好多。确认，连神呢、欸？我啊？们果然有漏拿、啊，哎、欸，有那个剑斧的，他被溺死了。举盾可以挡掉，举盾可以挡掉。杰克，你不要有在那个他视吗？野内，不要在他视野内，他会溺死。好，繁星跟恶灵去找箱子好不好？杰克，你不是有那好，个吗？生怪蛋。有，我还有。继续赌啊，继续赌啊！我们有没有需要苦继力续赌。怕啊？有，在我这那儿。苦力怕给我，苦力怕给我我。下来了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你从哪这些边食都不对物，啊！我们需要上车，继续上赌。船，上船。转身，啊，你要剑去哪符里？合，没有我要讨一下金探子。那苦力怕给你玩。好好好。这一轮的要拿到箱子哦。二零，啊？哦这一轮是，OK，箱子，在你跟哪凡的？心去找一下。应该在上面那个吧？不管在哪，就是要找到。诶，找一下。哦，蜘蛛，嗯。啊，哦，那古力个帕杰克是啊，右边这里，右边古这里力有帕洞，是上你一赌场了，的你还没赌，真有假？他们漏奶，这里，他们有漏奶啊，苦我力怕杰怕，哎，小心小心有哦，岩浆哎，小心哦，杰克，知道，你哎，真的黑曜石哎，这红在石，哪个区域呀、最后面的岛，啊？好，你是被打飞了吗，杰克？被金蛇贼到，你有回天吗？哎，有回起来了。怎么办？要这掉房级，子里有一个拉杆呢，要不要拉？你有退路吗？我拉了，你可以拉了往后逃。有逃了，然后没事发生。啊、欸？他们好像有挖黑钥匙哦。有他啦，是有刚刚撞洞里到。面有塞怪吗？我洞里面。就是上面有一个小诶，洞，有现塞在有一怪个神秘的东西哦。上面有个小你洞，是不好是？神秘哦，恶灵。哎、欸，那个哎，你可以先酿想造一药下水。吧。天我天给药你那个。水。等下，我垫上去。我给你那个经猪验瘟，品，你在里面放猪瘟，好，里面有一个空瓶子吧？还有那个苦力那怕，你拿一些，等下没有换没有，我猪瘟酿。用猪瘟，这样他们会被困在里面啊。然后你记得要打那个猪瘟，哎，赶就快哦，十秒了，快不要十秒炸开了。这里，漂亮漂亮漂亮，不知道这样这应里还有什该么还可以。啊，记得打猪瘟哦。哎呦，猪瘟生气气。剪掉，我剪捡到，掉，我剪捡掉。到。右边可以走，中间可以走，有僵尸僵尸的生，声音。哦，这里可以走。在下面，可以直接跳走啊，没哎，小事。心哦，有高哦，有高哦，有高哦。吓死，吓死！对。哈基快死了，哈基快死好。哦，漂亮漂亮。了，热死！没有船。我有。然后我去挖黑曜石，那箱子你们拿去找。那我带巧克力去。啊。应该在后面那个上面的，嗯，后面上面那边都有，对啊，他们有有，挖，还是你挖的？他们，我倒还没挖。二，你刚不是说还有什么东东？哦，有死了。酿造台，可是就只有酿造台吧？哦，没有那些疙瘩哦，没有啊。好，嗯，我不天要梯矿挖，车，很麻烦。呀，可以做死兔两子。个人，他们莫名其妙就死两个人。什么那个猪人吧？没有啊，猪人配上杜鱼，战刚想说法。是塞那个塞苦力怕，然后引爆的时候，杜鱼一起炸。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尴尬啦，就是他们蛮好逃走的，逃到水下，对啊，也是。对啊，所以才想说用那样子，就是困住他们。拖延他们时间就可以了。你们要不要也来一起挖那个啊？我还可以做一个黑曜石膏，黑曜石膏，钻石膏。
我去拿一下中间岛的那个物资。OK。在这里挖的水流超级讨厌的。岩浆、熔岩块。哦。以及，哎、欸，上面有四五八七。那这里比较好啊。没有剑吗？或一般的高那个工具？有时间。我现在走盾牌什么都没有。你做个十字品啊，就是连木头都没有。等等，42秒，给你，自己切啊，我在你后面。好。你们要紫竹吗？我可以，我这有紫竹。你丢了吗？没关系，等下一轮好了。看到。我们下一轮会回到那个场嘛，然后在那个场决胜负。舒服打。杰克给蜘蛛，哎、欸，我的蜘蛛啊、哦、有，嗯，然后等一下，谁身上有合成台吗？我等一下就可以放。我好，我就再做一把那个镐子跟一把钻剑，这样刚好用完。那小心哦，要小心哦。嗯。啊？左边有洞，有问题。应该没事的出来，没事的出来。远方才有那个 biu biu biu， 我觉得可以再一波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再一波，可以，我去拿物资喽，哎、欸，我给你转岗，哎、哦，对，后面，哪里？你跑，他去追你，欢迎好，反正还有一个铁剑呢，在哪？地上哈，对，有吸到了，啊，为什么这边有天梯矿车？我们这边是。怪物还有什么？我们身上的怪物弹有什么？苦力帕，苦力帕，放箱子里，放箱子里。洞穴蜘蛛、僵尸蜘蛛。我也走了。好，你走。杰克，你要回来。僵尸我们会需要一样的方法。僵尸助人换成僵尸的套路。不然先把那个啊，打死好了。你看你打死。他没有换帽子。有换帽子吗？那个，对。小心哦。要不要先把金探打死、啊？是不是？好。金探子我觉得是可以打死了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你们有弓箭的啊？可是他要张开，可是要张开，你要小心哦。对呢，可以用这个上去啊，八七哦。我要死了，为什么？谢谢大家。为什么他打得到我？要干掉右边的，飘飘飘！不要追了，哦，水啦！下面是水。杰克人呢？杰克在上面。我在上面了。好，不要被金探子弄到，应该还好。我知道。还有一个嘞。没事，我这边的，我都挡了。反正都放鹅卵石嘛，他们哪会知道这是不是蠢鱼？20加油，撑住哦。然后，杰克，你刚刚应该有听到一个 TNT。有，还是不要用，我觉得不要用 TNT。你们旁边那样子，你在里面放僵尸，这样就 OK 了。欸、可是白天嘞、欸，那个重生点的，那重生点的箱子里面还有一些蛋哦。好，旁边还有那个幻魔者，这个蛋，重生点蛋，这个都、哦、那个重生点箱子附近都有。可是僵尸我觉得可以了、欸，火焰拳呢、欸，味道是也很猛啊，对啊，都很猛啊。可是我已经盖上面了。好，没关系、哦，你就没别不用，让他们不用烧。对，你盖上面好，那样放就可以了，一样套路一定 OK 的。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。嗯。哇，我觉得我也不用放了。好好奇，我要上天。这些僵尸就够了。你想放？好吧，还有个僵尸。拔他一下。等一下啊、哦！小心哦，有那个哦。好了，我剪掉，中间可以走。没有，有勾。要走交通跳的。行，好了。哦。空姐，你要空姐，你要死。啊，这是空姐，这是要死了。是了吗？结束了吗？杰克，要海底吗？杰克，我说要赢了吗？要赢了吗？你那边中间小心哦。过了，我在射啊，射死了。Jerry， 逆风而上啊！
有了有了、啊，这次没有睡输了。杰克，为什么你飘起来不跳水要跳水？没有，因为我要放个东西啊。他只是想要借由那个资历放上去，这样吗？那你有扣很多血吗？没有，半格而已，下来半，好像一格半还半格而已。你们没有发现那个下面有东西可以拿？对，有那个强力二的弓。然后钻石，哇，难怪你们看到钻石露在外面都不挖，外面有钻石哦，我们有到有钻石矿，没有，那是反过来，我们外面的没看到，反正只看到里面，没有没有，这就代表什么？重视内在美的才会获胜。哎呀哎呀，是啊，哎呀，玩麦快学到大道理。那你们都只看外表，内在都没看。外面是哪里有啊？在那个第三座岛、啊，它不是有一个那个铁矿岛、煤矿岛，还有一个是钻中间山里面是那个钻石，对，岩浆跟钻石很多吗？总共20颗吧。哇哇哇！我们挖两边的内在美只有8颗，是可以的，够了啦，够用了，够用了。而且你知道我怎么死吗？我剩半颗血，然后开始挖钻，挖那个黑曜石，挖一挖挖，嘣，我死掉了。为什么？你们那边放了那个戒符棒，有一颗金蛋子就慢慢飞飞飞飞飞飞很远，飞到我们这边，飞超远，好衰，非常的有毅力，慢慢飞，它飞好远哦。那你一开始半条血呢？掉到岩浆吗？这不好说，这不好说。你可以说说，我们可以听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笑就是这个钻石岛那边是蛮多岩浆的啦，对啊。对，它就是它体现了真男人的技术，所以呢，这是真男人的伤疤，这样。哈哈哈哈哈！可以活下来的，因为刚好传送，最后一秒挖掉去。可恶！那时候就想说，奇怪了，我们明明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它这就已经损一半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逆袭了，逆袭了，终于破蛋了，真的。跟他在一堆压力好大，他都一直指挥我们，然后还说我们，他就要打我们。你太暴君了吧？而且为什么你刚才我看一度过去看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是三个人在看杰克被四个金蛋子追？哦，就要赶快滚啊！水底下，要赶快走啊！应该是我们很傻眼吧？傻眼这个人在干嘛？对啊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这三个人在看戏耶，怪物都在他身上啊，那个猪人僵尸都是他拿的、啊，就想说赶快来放啊！你还在玩，还在飞，还在飞，不想要先闪过啊！嗯，逆袭了，逆袭了，逆袭了，有了的，有一，来休息休息，可惜提早下班，提早下班啦，阿塔，阿塔喽，又阿塔，又阿塔，阿塔喽，阿塔喽，走走走，结尾结尾结尾，结尾完再来爬，结尾结尾不管，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等下外面的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今天玩的。其实我有战法，可是就是一直收集不到我想要的材料，就很可惜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看，帮我点个订阅。还有 Facebook 也可以点个那个Facebook 也可以点个赞啊！下次见咯，拜拜。等一下，爬塔咯。可是我破台了，就随便爬吧，拜拜。